我承诺，二次料就是射出成品后的废料回收再利用，因为已经经过加工，所以抗压性比较差，耐久性不足，严重一点甚至会造成饮水安全性的隐忧。许多的工厂为了要节省生产成本或是降低产品成本，都会大量的使用回收料在碰水零件上。但你知道吗？来源不明的回收料及二次料大都会产生不明毒素。欧阳净水针对产品碰水相关零配件，我们一律使用洁净新料，保证产品耐久抗压性能够达到国际 NSF 认证的品质，也不会有毒素的产生。我们也投注许多精力及人力在射出机以及模具设计的优化上，就是为了要大量的减少回收料的产生，同时为了兼顾环保，回收料会应用在不碰水的零件上，例如固定夹具或是把手，借此来减轻塑胶废物泛滥的问题。我们绝不会使用回收料在碰水的配件上，严格的为你把关原物料，因为我们要为你提供最高品质的净水器。欧阳净水。